你知足常樂的人就真的可以這樣說。是啊。酸圈走當行的道。以前呢我就很喜歡 plan 的，突然之間會覺得那些人會聽我講的，我希望 send 多些 positive energy give back。深夏人丹 Bifina S 益生菌特約放學後星期日晚8:30香港開電視77台。